好啦，亦都入埋啦。咁啊，第二场赛事啊，圣班千米赛事，所有马匹准备好晒，王旗举高，准备。 有一出集嘅时候啦嘛，见到啦比比较快少少嘅常山英啊，啊同埋联安大兴，咁啊跟住入边内档嘅快递奇兵啊，外档啊，啊仲有一只几快嘅马匹咧，就系继续完美啊，都系摆咗前面掠噶啦，跟住先喺中间有永和啦，出边咧就先系见到另外就半马大兴啦，咁啊体育将军摄住橙色衫啊，摄咗中间位置噶，个零马尾师系见到八六汪洋同埋国金大师嘅后少少嘅常山英，再之后够响红利啊，尾三位置起威啊，尾二位置凤凰之星啊，哇！胡光宝已经差唔多要拉停，哎呀，堕埋马添啊，胡光宝啊，咁啊而家。 见到去到八百米段处啦，就差唔多啊！咁啊见到前领嘅马匹啦，咁啊都系啦，就嗰只啦，就本诶我哋联安大兴啊，同埋完继续完美摆前面抢放啊！跟住就快递骑兵啊，摄住内档啊，永和同埋就睇育将军啊，守住三诶四五位置，后边先系外档啊，半有大兴啦，入边内档摄住国金大师，之后就系百乐汪洋啊，咁啊摄住内档位啦，咁啊亦都见到啦，咁啊另外嗰啲就诶、呃、稍微慢咗少少嗰啲就本诶诶喜威啦，起威之后先系凤凰之星啊，包咗落尾啦。好啦，响住慢慢啊，仲有四百米路程左右啦。

嗰十字車嗰邊已經搞緊啦！你今日兩場都有啲意外啊！係啊，夾硬唔知點樣拖翻個人出嚟，喺喺度慳佢嗰度啊！不過即係如果事前計兩隻家庭，其實都冇問題嘅，即係一隻救響紅利啊！嗯、一隻聯安大兄哇！金大師真係蝕底啊！轉彎嗰時個位都係比較厚，嗯哼，而家追翻第四、嗯、二五十三啊！係 <是 S 2> 一。 十三就真系用得好盡的，我哋成日都話嚇，但係佢勝在準成嗰種。準啊嘛，佢入直路帶咗出嚟<的>先㗎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係你都但係冇辦法啦，俾<的>你追到就冇計啦。馬就一定唔係高㗎啦，反為啲側新馬就真係越跑越好。同、嗯、馬房亦都幾耐都冇贏馬啦，四月到而家啦。咁啊、嗯，有啲 pace 咁啦，係、哎、盡博啦。 唔係騎得好好嘅，高軍圖已經啊一路賺晒嘅啦，喺個內欄。不過正五號就幾大都唔放你啫嘛，哇！蔡振威想起個媽真係，如果呢個媽就肥啦，蔡振威。劉傲都想開齋㗎。係咯。